今天来的比较晚，已经潮水已经从低潮涨高了，现在大概涨到一半了，一会儿高潮可能就不好钓了。刚才一转眼差点包杆被浪冲走，现在转移到更高的地方了。看这个浪，还以为路亚全掉了，结果被冲到这里了。还好，没有损失。
第二条 Tuna。